分四联动、二联动、五动，在黄金博物馆进来的时候，门口有一个四联动可以参观。哦，那就是四联动就是客展级在住的，二联动就是经理级，独栋的话就是那个厂长在住的。更好一点的就是太平宾馆，啊、哦，都还在，可以参观。这个是你们走的这条叫七条老街，七条老街当时最全盛时期有一万的人，一个一万的三班制，三班制在工作，我上下班就走这条，所以下来就要走在这里吃个饭，是吧？啊，这家目前都还在，没有人经营，这个是一个那个哎导矿机，导矿机。就是提炼黄金的第一个步骤，就是把黄金先磨碎，先打碎。那这个是。